请掀开经本，夜叉王祭诵第三首看起。众生夜夜为众障，佛事庙里令开解。譬如明灯照世间，此法严障能关键。延迟气障夜叉王，前面长喊他修学的法门呢，是得能知一切甚累卧众生解脱门。卧业障重，六道众生，甚至于包括了九法界，我们讲的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，这都在十法界之内。这些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业，业里面有分作善业恶业，这是六道众生所造作的。善恶业统称为染业，与染业相对的是净业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，六道之外的他们这些人造作的业呢，我们称它做净业。这是首先要辨别清楚的。业决定是障碍啊。障碍什么呢？障碍我们明心见性，就是连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所造的都障碍见性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六道众生可怜呐，造作善恶业，善恶都属于染业，染污我们的清净心，染污真如本性，所以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呢，我们总得辨别清楚，如何把这些障碍除掉，让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。造作诸业当中最严重的、最可不危的是三途。那我们试问问，今天这个世间几个人不造三途业？回过头来，在自己认真反省反省，
我们自己有没有造作三途业？什么是三途业？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这三途业，这是重障啊！我们要清楚啊！那么我们弘法利身造的是什么业？弘法利身算不算是善业？不见得。如果我们弘法利身的目的是在名闻利养，是在求社会大众的恭敬，是在要求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，如果以这个为目的呢，弘法利身也是恶业。也没有办法脱离三途果报啊。前清乾隆时间啊，那个时代，慈云灌顶法师，这是我们佛门的大德，他的著作很多，收集在《万字续藏经》里面就将近有十几种。我们过去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参考他的注解，他在这个注解幕后特别为我们说出念佛人有100种不同的果报，我们学佛的老同修都知道，那个100不是数字，但是他确确实实举了100条，举这个100条啊，是举例，由此可知，念佛人的果报个个不相同。头一条啊，就是念佛人的果报在阿鼻地狱，这第一条啊，最后一条了，上上品往生，这是特别提醒我们，念佛好事情啊，为什么还会堕地狱？我那个时候年轻，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学教的时候，看到这部书，我非常疑惑，我向老师请教，设造其他的恶业堕地狱我们还能接受，这个念佛人堕地狱，那我们还不能接受啊。那么老师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说你这个问题是大问题，这不是普通问题，我不跟你讲，我要在讲经的时候跟大众宣布。
那老师为我们说出来了，这个念佛人，所谓是口念弥陀，心散乱了。古德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。表面上看起来他很虔诚呐，一天到晚手拿着念珠啊，阿弥陀佛不间断了。心里面是非人我，贪嗔痴慢，静坐一心，损人利己之事，打着佛的招牌，所以他这个罪过就罪上又加罪了，让一般人看到，哎呀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弟子。阿弥陀佛弟子竟做这些坏事，于是世间一些无知的人啊，把这个事情就怪到阿弥陀佛头上去了。阿弥陀佛教他的学生的时候干这些坏事啊，这个罪过就堕阿鼻地狱。他叫社会一切大众因他而毁谤佛法，谤佛谤法谤僧，罪是从这个地方起的。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试问问，我们如不如法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什么叫如法呢？经典上的教诲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经典上所说的道理，我们究竟懂得多少？大家都是以《无量寿经》为主修的法门，这个很好啊。务必在这个法门里面得几分相应，然后才能够广学道文。这个标准在哪里呢？我们接触其他法门，对于其他法门通达明了，这是智慧。如如不动，绝不受他影响，这是念佛三昧。有这个能力才行啊，才可以广学多闻。如果我们听到别人一些言论，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了，就产生疑惑了，这是我们既无智慧又没有念佛三昧。那怎么办呢？老老实实学自己的法门，少给别人接触啊。现在是比较难了，难在说没有师承。过去的人跟一个老师在一个道场，老师管教很严，不准你到其他道场参学，不准你听别人讲经说法，管得严呢，行啊。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，
言论自由，著作发表自由，都没有人干涉。于是邪知邪见充满了社会。我们不幸的而生在这个时代，所以我们的道业很难成就。但是要晓得，我们不能成就真正的原因，是我们自己的基础没打好。基础打好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可是几个念佛人修行人真正在基础上下过功夫，净宗修学的基础，也就是所有法门共同的基础。世尊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啊，我们有没有去做？孝养父母，我们懂不懂？说实在话，这一句话我们不懂啊。这孝养两个字怎么能做到？道理、四象、境界都非常模糊啊。奉师师长亦复如是啊，所以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我们做不到啊。十善业是修行的根啊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也说了很多次，经文一开端，叫我们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涉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三句就是十善业道啊。生于一三业，讲到三辈往生，佛又特别给我们说出修十善业，一者不杀生，二者不偷盗，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我们天天念，没有想到去落实，每一天念，每一天念十遍，念20遍，不能落实，那也是枉然。真的要把它做到啊！日常生活当中断恶修善，要与《无量寿经》上的总纲领相应啊！总纲领是什么？在经题里面，经题里面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是清净平等觉。
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清净？一天比一天清净做不到，我们把这个幅度放宽一点，今年跟去年相比，心是不是清净了一些？这一个月跟上一个月相比，有没有进步？标准就是清净平等觉啊。人修清净平等觉，果报那就是无量寿庄严。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了。如果我们心性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，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把握了。所以善知识好老师教导我们斩钉截铁，让我们一丝毫的忧郁都没有，简单明了啊！我在往年学佛第一个亲近的张家大师，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老人家就叫我看破放下。直截了当啊。你能够放得下，你就能得三昧。我们修念佛法门就得念佛三昧，你能看得破，你就开智慧。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！不需要知道的事情，知道的越少越好啊！古大德常常教人呐，说知事少时烦恼少啊。你的烦恼为什么断不了呢？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还要天天去打听。唯恐知道太少了，你的烦恼哪一天能断得了呢？决定断不了的。舍人多处是非多，交际应酬，认识的人越多，是非就越多，知道事情越多，烦恼就越多。这个鱼清净平等觉背道而驰啊！所以真正修道人言语少啊，连道家老子都说，他说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做世间的学问是要天天去增长啊，像现在讲要吸收新的科技知识，这是日益。修道的人呢要天天减少
减少你的妄想，减少你的分别，减少你的执着，这是修道。不需要知道的事情，最好是不要去接触。所以很多老同修都知道我。我是凡夫，不是圣人的。凡夫要守凡夫的本分，那就要好好的跟佛菩萨学习。我说过很多次，都是在讲台上讲的。我不看信件，所以你们不需要给我写信。你们给我写信，我不会看的。为什么呢？看就知道事情太多了，烦恼就多了，我的心就不清净了。非必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。我也曾经说过很多次，真正老实念佛，他不会来找我。凡是来找我的都是不老实。老实人呢，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在家里用功修行吧。他来找我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没有必要啊。他应当到念佛堂啊，没有念佛堂，在家里可以修啊，家里不供佛也能修啊。不供佛，西方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每天拜佛，向西方礼拜就可以了。观想就行了，不必供佛菩萨的形象。这是讲没有条件供佛的，可以这样做，非常如法。如果你有条件，你请得佛像，或者是塑像，或者是画像，都可以。你可以供在你的家里面，朝暮礼拜。那么佛像供在家里面，要供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们家里面的房子很多，应当要空出一间做佛堂，供养佛。如果房间不多呢，就供在客厅都行。客厅供在上方。这个上下怎么区别呢？坐在这个位置，每一个人进到这个房子，他第一眼看到这个方啊，就是上方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啊，我们坐的这个就是上方。你看门窗啊，都在这个两旁跟对面，无论什么人进来的时候，你在这里第一眼一定都看到，这个方向就叫上方。那么像每一个家庭的这个建设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方上方啊，不需要这个不能按东南西北来说。要看他门户怎么开法。如果家里面人不信佛，反对佛，佛堂课堂也不能供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做一个小佛龛，供养在你的卧房都没关系，做个小佛龛有门，或者用个帘子。你拜佛的时候打开，拜完之后再把这个门关好，
这样很好，很恭敬嘛。啊，我们的恭敬心到了就好啊，所以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啊，那么这个最近还有不少人呢，要来找我写字。前一个月，明山老和尚在此地告诉我，太苦了，找他写字的人太多了，堆成一大堆，一天到晚写不完了，累死了。84岁了，啊，天天叫人家站在那点写字，于心不忍呐。他说：“幸亏呀，他还没有学画画，如果学画画，那就完了。”啊，所以现在有些人找我写字，啊，我要找人代笔。啊，真的找我写呢，我写小字，你们去放大。啊，我们不可以开这个例子，开这个例子，明山法师是榜样啊，也真的会累死啊。所以这些应酬啊，都是形式，形式不重要。佛法的修学重圣智啊，圣智是如何破障啊？啊，怎样去断烦恼？怎样恢复自己清净平等觉？这个重要。啊，去下面一句：佛是妙理令开解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所以叫妙理啊。6道凡夫，包括十法界里面这些菩萨、声闻缘觉们，他们起心动念都是从意识里面流出来的，从识心里头流出来，不是从自信啊，所以他们东西就不妙了。称心这叫妙，不称心这就不妙了。如来与化身大师，所谓是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化身，这些人都是超越十法界了，住在一真法界，他们的法妙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。不但诸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更难得的是他表演给我们看的。此地文字里头啊，是这个事，言说跟表演都包括在其中。佛为我们开示，我们做学生的人要能够悟入，
如果佛对我们的开示，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不开悟，不懂啊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业障太重了。得不到佛法真实利益，这是怎么办呢？一定要知道消除业障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一句话是真的。决定不是妄语。可是我们有很多人求佛并没有感应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师说，这是我们自己有业障障碍住感应，必须将自己的业障消除，感应就现前了。那么要怎样消除业障呢？老师说，要改过，要忏悔呀，忏悔就是改过。儒家讲的不二过，因此真正会用功的人，真正会修行的人，他用的是什么功夫？他所用的功夫，天天反省思维，检点自己的过失。这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与佛的经教，我们受持无量寿经就用无量寿经就行，跟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比照一下，有几桩啊跟佛讲的相应，那你就做到了，好啊。有几桩啊跟佛所讲的不相应，没做到，你能这样的检点，你就觉悟了。这个佛法讲开悟啊，你开解了，明白了，已经做到的要保持，明天还要继续做到，不要忘掉了，没有做到的明天应当努力去把它做到。所以经要熟读的原因就在此地，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念头才起来，就知道啊，我这个念头该不该起，我这个话该不该说，我这个事情该不该做。佛菩萨怎样教导我们，我们应当怎样学习，这个叫悟儒啊，要契入佛的境界。
敬宗，下莲居老居士讲得好啊，这是大乘之大乘啊，了义当中的了义啊。他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有经论的依据，也有古大德的说法。近代人，有一些人提出自己的意见，反对这个汇集本。说经不应该汇集，我在前几天听李牧原居士告诉我，他说有法师就提出这个问题，向一位老法师请教，这个老法师是反对汇集的。这些年轻法师都经常在外面做佛事，就跟老法师说，我们每一趟佛事都是汇集的，向老法师质疑啊。你看看古人编的这个朝暮课诵，编的种种参仪，都是取自于许许多多经论，不都是汇集的吗？那要不能汇集的话，那早晚课不能做了，那早晚课的仪规都要改过来了，所有这个佛事也都通通要改了。这老法师听了没话说，掉头就走了。再说的亲切一点，我们每个人有这个身体，身体也是汇集的，许许多多不同器官汇集的，眼睛不是耳朵，耳朵不是鼻子，如果不准汇集，好，只有一个眼睛，其他都不要，行不行呢？讲不通啊。我们身体这不就明明是个汇集的吗？释迦牟尼佛讲一切经给诸位说，通通是汇集的。他从哪里汇集呢？汇集古佛所说的。所以世尊说，他一生没有说一句法。谁要说他说法，那是谤佛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注解》里面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是说过去古佛所讲的，他也是汇集的。只要你汇集的好，汇集的让一切众生读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能够开解，你就度了众生，你就帮了众生的忙了。这一部经里面有许多的理论，有许多的方法，有许多境界，它还是汇集的。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本子，80卷的本子，79会，39品的，它怎么不是汇集的？佛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的，7个地方讲的，9次发会，这不是汇集成这个本子吗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有意见的，
都是妄想分别之主。佛跟大菩萨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够契入佛的境界，要立一切妄想分别之主。我们天天还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做活计，你哪一天能出头？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心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清净，能平静下来？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现前。这样我们学佛才真正找到了方向，找到了目标，我们才会有成就所以常常要反省，每一天晚上做晚课，这个早晚课我说的次数太多了。早课是用佛法提醒我们自己，这一天起心动念，对人对事对物要遵守佛的教诲，不要犯过失。晚课是反省，是检点，是忏悔，是改过。这个早晚课真的在用功夫啊，绝不是说早晨晚上把这些经咒念一遍给佛菩萨听听，念完之后就没事了，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全不相干，那这样做法最重了。为什么呢？早晨骗佛菩萨骗一次，晚上又骗一次，一年到头都在骗佛菩萨，你这个罪业重了。佛菩萨没有真的在面前的，只是造的这个像啊，连这个像你都欺骗他，你说你这个心太残忍了。一定要懂得做早晚课真正的意思，依教奉行呢，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呐。下一句是比喻，譬如明灯照世间，这个世间黑暗，明灯是佛菩萨的智慧。这个地方也提示了我们，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解决问题。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？求的是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经教里面来的。经教念得再多，记得再多，如果不能够体悟，那你所学的叫记问之学。你也会说，也能说得天花乱坠，你的烦恼没断呐，你的习气没断呐。只要有烦恼习气夹杂在你所修学的里面，都叫做世智变聪，你没有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智慧从定里头来。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的心清净平等就生智慧就下面一个觉，觉是智慧啊，智慧是从清净平等里面生的不是从经典文字里头生的。
这个我们要懂。啊，经典文字是诸佛如来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。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清净平等心，你决定看不到经典里的智慧。啊，你能够理解的这个经文都是实质变种，都是你自己的意思，啊，不是佛菩萨的意思。我们开经记里面讲，愿解如来真实意啊。啊，你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佛经啊，不是佛的意思啊。啊，经典里面的意思无量无边。字字句句都是大圆满，不仅是华严是圆教啊，圆满呐、啊，一切经教无疑不是大圆满。大乘佛法里常说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所以不一定限制着一部经呐、啊，步步经都是大圆满呐、啊。字字句句都是大圆满的，你能看得出来吗？啊，一字一句，讲一百年也讲不完。那是你的智慧开了，啊，智慧不开呀、啊，这一句啊，两三句话就讲完了，啊，再就没得讲了，啊，这智慧不开。所以一定要懂得，学佛就是学开智慧。要学开智慧呀，一定要依照佛菩萨的教诲，有次序，按部就班。头一条，你戒学，应戒的定，因定开慧呀。戒是什么呢？绝对不是讲的无戒实戒，这个意思太窄小了。戒学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戒，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经律论都是教戒。我们要遵守啊，对初学入门选择一门专修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是佛菩萨祖师教诫我们的，我们遵守。可是这一门，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经论，你要读诵，你要受持，还要为人演说。你看看这一句话，佛在所有经里面不知道说多少遍，读诵受持为人演说。读诵啊，是戒学啊，受持就有定慧，受持完全接受，接受佛所讲的理论，接受佛所教导的方法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把这些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把佛所教的方法
变成我们的生活行持，完全落实才管用啊。这叫受持，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，永远不失掉。啊，为人演说，就是读诵受持具体的行法。啊，演是表演呢。我们把佛的教诲，啊，比如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佛教给我们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我们做到了，完全落实了，这叫演，表演给别人看。啊，言是做给别人看的，说别人看了之后向你请教，你就讲解给他听，这叫说。啊，做到以后再说啊，这是真修行啊。这是真正得受用啊！经论虽然多，佛教人方向跟目标决定是一致的，所以无论修学哪个宗派，显宗好，密宗也好，教下好，宗门也好，没有一个法门不好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佛说了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关键呢，在契机，我的根基，我的程度，我现前生活的方式，哪一个法门对我最适合，我就选择哪个法门。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，佛很慈悲，他带我们选择了。啊，这个选择提供我们做一个参考。啊，佛在大集经里面说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这是佛给我们说了个大方向。我们实在不会选择吗？想想佛说这三个时期，三种不同的根性，三种不同的成就，我现在生在末法时期。那佛说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那我就老老实实修净土吧。这是佛提供我们的参考资料，帮助我们选择法门。这是依教奉行啊。净土经论确实在这个末法一万年呢，已经过了一千年了，后面还有九千年，我们想想啊，一定可以大行其道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它简单容易啊，能够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。现代进入到工业高科技的时代，每一个人生活
所以分秒必争啊。如果有大量的典籍，一般人看到都会感到困难啊，很难学习啊。净土经论在所有宗派里头最少，它只有六种，六种的分量都不大啊，是以无量寿经这个分量最大了啊，其他的这个经论跟无量寿经比分量都少很多啊，所以六种东西合在一起，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定成薄薄的一小册啊。单单就这个现象啊，就会被现代人接受，现代人欢迎啊。又何况这六种里面不必完全受持啊，选择一种就可以了。任何一种，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能够啊。破障，断烦恼，往生不退作佛。六种里面经文最少的是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，全文244个字，比《般若心经》还少。《般若心经》260个字，它只有244个字，最少的。经文虽然少啊，义理圆满，方法精要啊！你看大势至菩萨啊，这个是夏莲居老居士说出来的，他老人家没说出来之前，古人没有人说过，这是他的慧言独句啊！他在《净修揭要》里面跟我们说，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，我早年。黄念祖老居士将这本书送给我，我一翻到这一句，我吓了一跳啊！然后一想呢，果然不错，他确实是净宗初祖啊，他是虚空法界的初祖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头一个提倡念佛。专修专弘的大势至菩萨，法界初祖啊。于是我们就想到，咱们娑婆世界头一个提倡的是谁呢？普贤菩萨。你看释迦牟尼佛成道，第一部宣讲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个经佛是在定中讲的。华严会上，普贤菩萨在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他是我们娑婆世界初祖啊。慧圆大师在中国提倡呢，是中国初祖啊。所以要讲到净宗初祖，我们要问的是哪一个初祖？法界大势至菩萨。这个娑婆普贤菩萨，中国这是慧圆大师。这是我们搞清楚了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话真是简要详明。他讲修行的方法八个字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
这八个字要懂得了，依教奉行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决定往生。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保证了。毒蛇六根是戒学，净念相继是定慧啊，这八个字里头具足圆满的戒定慧三学。啊，如何毒蛇六根呢？我们在去年印了一个图画，我想很多同学都看到了，四只猴子，那个四只猴子的代表啊，就是毒蛇六根。我们应当要学啊，我们今天念佛心为什么定不下来？六根往外面六境去跑吗？啊，眼喜欢看，非看不行。啊，什么都要看。耳什么都要听。啊，嘴什么都要说，这个就麻烦大了。你的六根怎么能受得住啊？你的心定不下来啊，真正要先定下来啊，你真正做到了，不要看，也不要听，也不要说了。为什么呢？天下本无事啊。事从哪里来的？事从你的多看多听多说里头来的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的心就收了。所以古德教我们修道有两句话说得很好，少说话，多闭目。少说话，多把眼睛闭起来。闭目养神啊。这个意思就是少看，少看，少听，少说。你的心自然就定下来了，就静下来了。清净心生智慧呀！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不必要知道那么多啊。临时有事情发生了，人家向你请教，你一听就明了。你为什么会明了呢？你有智慧。他们天天在打听，天天在研究，天天在讨论，堕在无理物中。他不明了，为什么原因？没有智慧，他心不清净。清净心生智慧呀。智慧照世界呐，智慧帮助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指点迷津，做一切众生智慧光明的引导啊！这个人就是佛菩萨。所以毒蛇六根重要啊，是我们学佛修净土
求生极乐世界，第一个条件。然后才做到净念相继，六根要收不住，这个净念绝对没有。也就是净念是清净心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念佛，就有感应了。相继。相即是不间断，确确实实做到二六十中都不间断。也许有人问，那哪里能做得到？人总得睡觉啊，睡觉念佛不就断了吗？这个念，念不是口念。大家今天讲念佛，意思也会错了，以为一定是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这才叫念佛。这是口头念佛了。念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看中国那个念字怎么写法？念是精心呐。心上真有佛，不是口上啊，口上有佛没有用啊。古德讲了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这口念没有用。心上真有佛，心上真有佛，口里头一句佛号也没有，他是念佛人。他心里头真有。念字在字啊，它不是在口头上，它在心上。睡觉也没有忘记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我们要用这个功夫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就为这么一桩事情，念阿弥陀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只有将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个人叫念佛人呐。阿弥陀佛的形象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阿弥陀佛的教诲念念不忘啊！要把无经一论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有的教训都要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我们日常工作里面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这个人一天到晚一声佛号都没念，甚至于家里也没有供佛像，也没有看他在佛面前磕一个头，他是真正念佛人，他是如来第一弟子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天天读经，天天念佛拜佛，到临命终时不能往生，这种人太多了过去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常讲，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两三个人而已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念佛的人都不能往生呢？就
都是属于口念弥陀心散乱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没有将经典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没有将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，错在这里啊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，一时一刻没有离开我们，可惜我们这肉眼凡夫不认识。佛菩萨在哪里？佛菩萨在经典里面。我们今天看这些形象，不懂经论的道理，对于佛像你也一无所知啊。社会上人说我们拜偶像，说我们迷信，我们听了点点头，没错，我们是迷信，学佛，佛是什么不知道，那你不是迷信吗？拜菩萨，菩萨是什么也不晓得，佛法是教学，佛法是教育啊。佛教育里面所有一切的设施都是教导我们的。我们见到佛菩萨的像，你们看看佛像，看看菩萨像，他多么安详。从这个造像里面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戒定慧三学，它完全表露在这个像上。我们应当要学习。那你们看到下面大殿里面佛像两旁供养的十八罗汉，罗汉每一个人相貌不相同，那个姿势不相同，你仔细再观察，他们都在定住。都在这个造像啊，透出他的慈悲，透出他戒淫众生的方便。我们去瞻仰这个佛菩萨罗汉的形象，你就有收获了。你知道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，他教我们是什么东西，那就是佛像在放光照世间呐，我们要知道它的光明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讲台上供养的是一尊地藏菩萨，这也是一位同修供养我。这一尊菩这个地藏菩萨的像造得好，我们把它特别供在这个讲台上，为什么呢？地藏经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一直要等下面这一尊弥勒菩萨出世之前，这个一段长时间当中，佛不住世，代替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就是地藏菩萨。
所以佛不在世，地藏菩萨是代理佛，我们供奉在此地。为什么要地藏菩萨来代表？为什么不叫观音菩萨代表呢？观音菩萨名气比他大。为什么不叫文殊普贤做代表呢？为什么请他做代表呢？这是表法的意思。他代表什么？孝亲尊师啊。佛不在世啊，我们守住孝亲尊师啊，就如同佛在世一样啊。看到地藏菩萨，就想到要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下面借助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这个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教诲。所以许多人都知道佛家讲的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你看头一句，慈心不杀，这就是慈悲为本呐、修十善业，方便为门呐、十善业是方便的，就在净业三福里的头一条。地藏菩萨是代表头一条，地藏菩萨的三经都是净业三福第一条，这个四句十六个字的具体说明。这十六个字里头无量意义，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依教奉行，如佛住世，没有两样。所以这个寄诵里头以明灯照世间来比喻，佛法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说到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佛法要讲解，要研究，要讨论，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学习，我们讲经说上课啊，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活当中互相观摩，互相学习，交换心得，不断的求改进，改过就精进了嘛，这是真正的学佛。那么这个方法延迟气障王，这是此法延障能观见的，能观见就是代表他，他明白了，他落实了，他得到真实的受用，然后能够以这个方法教一些有缘的同学自心化他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讲到此。